versus Fan Jingdong. First game, came to serve, level. One love. 来自韩国的新秀李湘秀晋级到四强。那么樊振东。 好球，这也是半。 7-7，樊振东赢了第一局。南半决赛的第二局，拿到了男双男团的冠军，男单的亚军。 而且呢，他能够正常的发挥掌控比赛，后期还是风靡一时，就是说也是朝鲜一个很传统。像樊振东11-6赢下了第二局，现在2-0领先于金鹤峰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接着为您带来樊振东和金鹤峰的第三局比赛。 11-7，樊振东，啊，现在以明显的优势3-0领先于朝鲜的金鹤峰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接着为您带来第四局的比赛。印象最深的，我记得在90年，上世纪的90年，北京亚运会上，那时候当然我踩着风火轮一样，就跑得快啊，那脚下的步伐。 飞速高强度的训练才能够练出这样的步伐。好球！像樊振东又一个4-0，啊，非常完美的表现。 战胜了金鹤峰，成功的晋级了决赛，将会在决赛当中和延安争夺东亚运动会的男子单打冠军。我们也期待一场青春的力量的。